個相是有的，很大壓力，因為現在的市況又不是挺好啦，老闆又會看著我啦，還有覺得跟別人的交流少了一些，因為疫情都有關係啦，你如果是 depression 的話，通常是對自己的生活或者一些事情、工作、生活沒有信心的，但是 Pansy 這件事是可以令到你在這個很短暫的一條線你做到的情況下，給到自己很強大的信心。我在這個過程中很 enjoy 我自己的，我覺得爬到最頂，看到這個城市其實生活真的很有意義咯。我希望可以 as 一個 professional 的教練的角度，可以給到更加多的信心和技術，和那個安全感給到啲學生嘅。我很喜歡小路仔的，如果可以教到都挺好的。我希望可以 Pansy 給到人，給到一些可能對於自己很自卑啊這樣的學生，給到信心給他們，以令到他們有一個給個機會給到他們自己咯。